我们有时针，上次讲到手边拿的数是六是八页，是吧？讲到第四页啊，关于有时针，现在我们记住一个重点，这是佛说东方琉璃世界有师父的在发愿修行的时候的他的愿力，这个愿力构成了发愿以后构成愿行，行就是行为做到，那么有意识的修持做到了成为力量，然后就是形成一个一幅国土。那么现在是讲他的开始的愿发愿的果中之因，成佛形成了佛果是果位，佛的果位，何以能够成佛啊？都要这个愿心为第一动因，这一点是我们号称啊，自己号称所学佛的人特别要注意。假定没有依教佛法在说，没有发这个愿心，一切都是梦话空话，这是没有用，等于白居易所说的诗，空话哪得皆空谷，阳夜如何更美于，我们没有愿心去修行，这个空花啊，切得啊，烟得啊，你记住这些，皆空果，阳夜如何更美于，那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学佛这一点自己特别要警惕自己的，否则都是在拿来玩弄自己，也玩弄别人，玩弄了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理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尤其在中国的佛法，这个一千多年以来受了大乘的思想，尤其受了不种族的禅宗的见解，这个话特别注意啊，我说禅宗并不是不种族，一般人说的禅是不同处的禅宗，所以说佛没有真正的阅历，因为只想求空妄想，但是永远妄想也空不了，一百辈子你也空不了，即使空得了，那也不过是意识上另外一个正盖，把意识的造成一个比较相似于空的正盖而已。所以大家对真正的佛法自己没有认识，理不通，
事又证不到，所以往往蒙受下劣的成千成万的人就那么去了。所以学佛第一个要真正的发愿，我们晓得发愿是意识正根，你说意识要空不错啊，意识要空，意识不要你去空它的，它来空你的，你谁能够把意识空得了？你那个想意识空的心，那就是意识。所以意识它本来在空你的，它也不是空，它本来是非空非有，本来也就是即空即有。所以要大家把佛法的法相唯识部分要念得透彻，所以意识的一切修福修行就是意识的真正成就，但是它不是反复分别心的意识。大家都晓得有一个基本的都了解了，第六意识，譬如玄奘法师《法师规矩颂》讲到意识，这个第六意识是盈满能叫念力切，这是讲反复正盖。但是所以一般人没有慧力，没有好学，也没有生事，换句话说，你发善心就愿力呢，那么愿力修持满了，就是这个念是什么念？成佛之念，就是善念的成就了。所以福德圆满，智慧圆满，这就是盈满能照念力切，彻底就正的一个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一般的像我们大家这样的修佛，你看每一个修佛的结构，我经常说什么都没有说成，变成一个无用的人，不但世界法无用，出世法也无用，一样东西说成了懒，说成了个个都很懒啊，起心都不可能，越说越懒，懒的那个果报是什么就不需要问了啊。你看生物里头哪一样东西再懒，其他一种都不愿意动的啊，懒的结果不成老，用功用心都不成老。第二修了以后还有一样，我们自己越修越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所以我们念就有时间，这个大愿这个不要忘记了。第二点不要忘记的，有时间有时福十二大愿与东方文化，尤其与中国文化，与这个世界人类的文化是密切的关系。再三提醒你们注意，
第十二大愿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比较念咒，我想在座的很少人去念咒，因为喜欢听听过了就算了，换句话这也不是修复的心灵，等于打开电视机啊听一个歌声唱歌，唱过来也就算了，就是很糟糕的，对自己很危险，千万要注意。我说话这念字真真啊都说完了，如果你听之渺渺那是你的事了，跟我没有关系了。现在我们继续讲有师如来他修菩萨因地的时候说法的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所有无量无边有情与我法中修行反省，一切该令得不出债，具三句债，虽有会犯，望我明已，还得清净，不堕恶道。这个第五大愿简单的讲，他是希望他来世正在复活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众生没有一点不道德的行为，假定有一点对道德有遗憾的行为，只要听到想到有师父这个名号的内涵，它所包含的意义，那么就可以重新得到清净。清净多难，我们心里就是不清净，因为得到清净啊就可以不堕恶趣，这个恶趣啊是畜生地有恶鬼。那么这是先说明他的大意，现在我们研究他的经典上原文，他说希望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正在菩提时，这个世界上所有无量数无边数的众生，所有情众生在我这个法门中只有两重意义，我法就是开快了一切佛的佛法，我是一个代号。第二种意义可以缩小一点范围，在有师如来琉璃光如来这个世界里修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修的什么，注意啊，什么是有师父的修法，修行反省，就是修习自己的行为，修行那一种变成什么行为呢？反省。什么是反省？清净，纠正的清净。
是宋清绝对没有一点成家，没有一点瑕疵。凡性是绝对的清净庄严之性，为之凡性。所以大梵天就是这个每一个俯视在三宅里头的天主，可以修成梵天的心，毕竟清净，证得了不还果，那永远不再落色债、欲债，这个清净的反省。所以我们要想学佛，是也说要想修有师祖来的法门，于是要修一切清净反省。你自己自心内在不修行清净的反省，光想念生那么消灾也是有师父，他想跟你消也不能得感应，因为你心里头就是庄子昨天所讲的夫子之心却统也乱操一团，那个琉璃光要进来用光明给你治疗，你进不来，你心里头都是冒草乱草蛇足了，烦恼蛇足。所以他说，假设有人在我法中修行一切法行，他的阅历影响，他的阅历的感应，使我们统统能够对债率不会缺。这债率怎么叫不缺债呢？我们普通提到债率都晓得慈债、犯债，普通的啊，详细讲债率还有很多观念，破债，但是一般修佛的很少碰到听到不缺债。怎么叫不缺债？那么你们这个经典上应该有了，太虚法师注解上有引用没有？不晓得哪一位有看了？这个不缺债，就是不缺漏。一个守债的人，等于保护这个舍身，我们这个身体身心两方面永远是充实的圆满的，没有一点缺点漏洞。大智度论上有个比喻，譬如讲一个气袋，空气袋子，讲一个空桶，要渡过这个苦海而到彼岸，它这个中间这个空桶这个就不能有缺漏，有点缺漏水进来了也把它沉没下去。这个比喻非常好，
不至于比喻他懂，把功夫也点出来了，修行的道理功夫。所以一个人犯债以后，他的身心有漏失缺失，精气神不充沛，永远不会到达彼岸。所以说有施主来的阅历，他在他的法中修行，是一切众生都希望不会做到有缺漏，就是这里。下面再一句，具三具在。所有佛法在律有个名称叫在的方面，叫三句在。三个要点，具就是累积，积功累德。我们功德是累积起来，一点一点慢慢的修积，所以修行功德就像普通人抓钱一样，一分一粒一秒慢慢的累积起来，变成很多的钱。我们修行功德也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功德才能圆满。这就是具的道理。那三种具在呢，总归起来，佛教一切的戒律，第一点，摄律你在，摄律，书上都有啊，坐在那，那就更好，很方便，你们可以看坐在。第二，摄一切善法在。第三，饶以有情在。这个千万要注意。譬如我们现在一般人说佛三乖五斋乃至受八关斋斋乃至受了比丘或者比丘尼斋，这个在戒律上属于别解脱戒，特别的啊。所以比丘、比丘尼在沙弥在等属于别解脱戒，特别的只求解脱这个世界，没有求成就这个世界。换句话说，自己自就跳出这个圈子，没有做到改造了这个圈子，完成了这个圈子，所以它属于别在脱在。别在脱在里头呢，像这个属于舍离你在的一部分。如果加上大乘菩萨在，那么这两种综合起来，有一部分还是属于色律尼在。律，色就是包括的意思，律是包括道德的规范，你包括了修道的那个端正的威仪，也就是我们儒家孔子所讲的道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念，非礼勿动，这些都属于三句在里的第一种，是律尼在。菩萨道，大
大乘债一部分也属于舍琉璃债。但是这样，如果把舍琉璃债都守得很好，只能说成就了一债一句一种的债率累积起来成果，可以说反省清净，最高的结果达到反省清净。但是还不是舍一切善法债，如果达到舍一切善法呢，那就很难了。换句话说，以舍一切善法债来看，有许多债率是消极躲避，舍一切善法债是积极的，是利他的利世。怎么叫舍一切善法债呢？简单明了的说，我们都知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舍律你在众善奉行，是舍善法在，所以他变成佛学的要点，变成中国文化的要点，这八个字